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介绍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21节的节目。哎，各位都猜到了，这一期我会更新这一波传承系列的 The Last Quest Elite One 大嫂。那么它的合会的话呢，我只能说算是虽然我以前经常说呢，我比较喜欢人脸的变形金刚，但是作为一个女性角色，你没必要连法令纹都做出来啊，这个也未免太过拟人化了啊！你至少做个像是稍微有点机械的分件嘛，这已经完全就是一张生物的脸孔了。那么这款玩具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呢，可以想象它应该是个一趴变形啊，确实也差不多。然后玩具的实体的话呢，我必须要说，这个我严重怀疑这个合会后面是不是把它的腰身都给收的比较细啊？感觉。我们玩具的实体应该没有合会后面这么的好看啊。体型来讲的话呢，它应该是有点小内八这样子放，可能这样身形会好看一点。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这一个Elite One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吧，除了说一趴变形比较让人觉得，没有那么惊喜感的变形之外，可能就是它的本身变形的过程中。没有什么，我不太喜欢它的那种组合的方式啊，待会的话呢，在变形过程各位就能知道了。至于说在人形状态下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身上的空洞也不算多，甚至应该说，在目前的第一集里头也不算是很严重啊。这个不能算空洞，它直接是缺了一块造型啊，直接是外露的一个部件。那么它有一对透明的武器，这个枪的话呢是挺好看的。那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小配件，就是这个部分。那我的话呢，就选择直接把它插在后面这个孔里头。它这个造型的话呢，就是跟它头上这个造型是有点像的。那我们看到头雕，这个头雕算好看，而且是近几年来官方的头雕里头称得上是美女的。上一次那么好看的应该是天元这个至尊神力的那个月娇还是谁啊，那个脸也是好看。那么这一款的话做的相当的可以，眼珠子的涂装依然好看，最近官方的这种美版大货啊，这种眼珠子的涂装都是比较可圈可点的。那胸口的薄派标志呢比较小一些，那它有两个非常高的一个垫肩啊，原则上是会影响到它的可动，手臂360度的转动是一定会受限的。背包比较大，而且的话呢，后面这一块应该是没有得卡的，后面的这个红色的话可以跟这里前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组合的一个卡扣，但是我感觉也扣的不是非常的紧，腰身可以动，前后左右踢没有问题，外摆内收都是可以动的，然后脚的这个脚踝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接地。原则上其实它的人形下就是没有什么很大的毛病啊，可能会比较偏松一点点。那作为一个女脚的话呢，就不收也是很奇怪。那可能如果你觉得背包不能接受，那我也没有办法了啊。而且它背包确实我觉得处理的并不是很好，当然我不是很确定它在新的漫画或者是其他相关作品里头它是不是真的是是这样子，像是 Ultra Max 一样高耸的肩膀，不是很清楚了啊。然后手腕可以转动啊，已经很久没有这个 Deluxe 等级的手腕是可以动的了，那外摆内收啊什么的可以没有问题。那么人形各位也看过了，最大的卖点应该是头雕吧啊，非常漂亮的一张女性机器人的脸，比合会上面那个凶狠的大妈感觉要好得多。那我们就实际上，总有一天少女是会变大嫂的。那我们就把它进行一个车辆的一个变形过程。那么首先的话呢，这个部件的话呢，可以挑开来，把后面的这个部件翻出来，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呢，把这个车顶盖往上推。往上推之后呢，是把这个部分透过连接杆往下推下来，然后这里有一个前后咬合的一个卡扣啊，记得把它给扣上去，推下来扣上去。再来的话呢，手的话呢，记得把它转成这个方向，让它手肘可以转这个方向，然后的话呢，把这个拳头的话转到这一侧。那我们现在要进行两个地方的结合，第一个结合点的话呢，是这个手腕折起来之后，这里就有一个洞，它要去扣住这个粉红色的凸，然后呢，我们的翻到这里之后，这里会有一个凸，它要扣进红色的这边，有个洞在这里。那各位知道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进行它的一个组合了。首先的话呢，我们的身体是要往前面推，前面推上去，
然后先就这个地方把它给扣进去，以及后方这里，这里扣进去，这里扣上去啊，两处记得都把它给扣上。脸的话呢就不用转了，不需要转，这里也是一样的，扣上去，这里手肘稍微去屈一个角度，才能够方便我们把这个物件给卡进去，然后这个地方往上推就可以了。啊，拳头这里的话呢，其实你不扣不转动呢，还是可以完成变形，但是我觉得是转一下比较好。然后记得腰转180度啊，这个腰转的话呢，先转还是后转其实不影响啊，它这个后面这个盖子其实不会影响到。那么我们就接着把它的这个腿变形，腿的变形也是很简单了，你只需要把这个内侧这个部件往上翻就可以了，翻出来就行了。然后的话呢，我们怎么做呢？把这个脚啊从侧边打开来，然后往前面扣就可以了。扣的地方呢有两处，第一处红色的这个凸扣进这里这个缺口，然后后方的这个尾翼跟这个地方做一个结合，这两处呢扣上就行了，这里扣上，然后这块部件反折进来，就原本的这个脚踝的这个接地啊，在这个时候呢就顺便也是一个变形的一个结构，这里扣上去，尾翼这个地方扣上来。那么呢这个时候呢记得把这个身体啊这地方往内压进去。那么呢在这里有一个要提一下，就是它这块部件车头的这块部件尽力的把它往下压啊，它还是有一个空间要把它往下压下去的。那么在变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会不禁的怀疑这个胸部到底会不会拖到地面，那这个时候就是验证它大嫂的胸部的尺寸大小还有重量的时候了。那如果说能够顺利的推，表示你的变形是到位的，那如果不小心去碰到的话，那表示说你手上的大嫂胸部太大了，那或许我应该恭喜你。那如果是我没有变到位啊，那就大家就好吧。这个我只能说这个车型的话呢异常的不像变形金刚。说实在话，你这样子把它放在桌上了啊，你告诉人家说这是变形金刚的车子，人家不太会想象，很像一种 Q 版的卡通，我忘记那部动画片叫什么了，就它那个车辆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个造型，本来它就已经应该是说就是 Q 版的体型之外，它的配色也过于的可爱，尤其是前面这里，粉红色、红色、白色，这个反正就一整个非常的儿童像的感觉。那再加上这个头，这个像头顶的这个部件，那你也可以把它拔掉啊。如果你不喜欢，你可以把它拔掉。但是拔掉的话，我又不知道把它扣哪里。对，拔掉之后，你看感觉，这个车型它就比较有科幻感，就没有那么低龄化。但是你把它拔掉，我也不知道放到哪里去，所以还是把它扣上吧。那武器的话，你可以扣在这边，当然你也可以扣在前面。然后呢，这个武器的话呢，它也是可以两把枪合在一起了，但是合在一起的话，你也是可以单手去握，啊，就握住其中一边。但是呢，我都觉得不是很好看。那你也可以把它扣在上面，反正言而总之，总而言之吧。我们还是按照合会吧，合会的话呢还是扣在两侧。那在变形的过程中呢，各位也可以看到身体的话完全是没有参与变形的，那就是把手就是跟这个肩膀的部件扣在一起，然后两腿打开扣在一块啊，所以说这个变形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比较枯燥一点。而且这个扣这个东西，它其实扣也是很容易到位，但是就感觉有点空虚的，有一种空虚的感觉，一点都没有跟大嫂相处的感觉。好吧，那今天的话呢就算是利用一点时间啊，把这一次的这个 Little One 给大家做一个分享。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